来自欧务指挥部，主题五九九九许可权。你好，克林伍德博士，祝贺你被任命为 SCP 九九九的首席研究员，这是整个基金会里最轻松、最令人羡慕的任务之一。SCP 九九九是我们监管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不仅不会主动伤害你，而且会在你遇险时积极试图拯救你的异常之一。尽管你在接到这项任务时最初的反应无疑是欢欣鼓舞的，但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低风险的职位是由欧五议会直接指定分配的。如果你在任职之前已经听说过有关这方面的传闻，你可能会认为这仅仅是裙带关系，即欧五们通过分配给他们最安全的工作来保护他们的亲人朋友。除非你自恋到认为欧五议会中的某个人一定是你的秘密崇拜者，否则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要理解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关注点，你需要了解九九九的起源。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他的文件里没有提到他是在哪里被发现的，这是故意删减掉的。如果你不熟悉深红之王的神话，我建议你读一读他的故事。基金会资料库里有大量关于他未分类资讯，所有与之相关的资讯都表明，他据我们所知是多元宇宙中最强大的恶意实体。大量我们所用的 SCP 们，要么是他强暴了自己的儿女们所诞生的可憎之物，要么是他直接或间接赋予的凡人的造物。自从你成为研究助理以来，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克林伍德博士。在这段时间里，我想你已经听说过了许多关于我们在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你从未亲眼目睹过的可怕事情的传闻。也许有传言说，一个无辜的年轻女孩是炸弹仪式的受害者，我们被迫对他做了些什么来防止世界末日的发生。也许你甚至听到有人低估110蒙托克这个词。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些传闻是真的，或者至少他们曾是。一个自称深红王之子的奇术邪教通过一项仪式，使七个年轻女孩成为深红之王七个新娘的容器，让他们生下了他可怕的后代。他们是如何获得执行这仪式的知识还尚不清楚，因为我们所获取的资料都是手写笔记。由于一些与育肉活动、奇术、活人献祭、肢体切割与宇宙实体形成契约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导致一些人猜测深红王之子可能与现代育肉教有些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还没有发现任何具体证据能将两者联系起来。对此事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至于仪式本身，每一次出生都会造成比上一次更大的破坏。如果第七位新娘生下孩子，邪教神父所写下的预言不亚于启示录，只有每天都不间断地进行110蒙托克程序才能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非常幸运的是，笔记上有关于110蒙托克需要如何执行的详细说明。不用说，我们发现了这可疑的方便，他们为什么要想出一个对策来阻止他们试图唤起的灾难？我们需要更多关于这些实体的资讯。幸运的是，我们的考古学家已经出土了无数的石碑、卷轴和古代迪瓦文物。他们是一个残暴且好战的民族，深红之王赋予他们邪恶的力量和知识，作为他们所做的死亡和痛苦的奖赏。我们所拥有的迪瓦石碑中有一片被沉鱼血所覆盖着，记述着深红之王和他新娘们的史诗，内容非常详实。我们发现对于我们的处境最具有重大意义的资讯是，第七个新娘不像她的姐妹们，她从为英王的征服而彻底屈服，她没有生出怪物，而是生出了英雄，并希望他们能消灭他姐姐们的孩子，推翻他们的父亲。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失败了，但通过七票赞成，六票反对。无可否认，更多出于对110蒙托克程序作为长期使用策略缺乏可行性的担忧，而不是出于对女孩同情。欧五议会决定相信第七位新娘仍然没有屈服，她的孩子将成为我们的财富，但冒着可能导致 SK 级世界末日情景的风险下，SCP-231-7 在 SCP-231-1-6 死亡后从110蒙托克程序中解除，并被允许生育。 SCP-999 就是结果。再读一遍，确认你理解了他的荒谬可笑之处。痒痒怪是深红之王的孩子。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进行反情报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和他们的母亲都认为我们仍然有一个青春期女孩被绑在某处地堡的强奸架上，是我们让他这么想。更妙的是，深红王之子相信他们是在愚弄我们，而不知道他们的王存在威胁。顺带一提，这个女孩好得很，她被 SCP-999 治愈了折磨带来的痛苦，此时决定她可以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只要他们都被给予 F 级记忆消除，植入新的身份，
并迁移到一个距离圣魂王之子最近移居的活动至少1000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在伦理委员会的坚持下，该家庭还得到了7位数的赔款，作为我们对其女儿一再罪行的赔偿。其他 SCP-231 们家属也亦如此。我认为这在技术上是我们的过失。万一有圣魂王之子的间谍潜伏在基金会，据其他人所知 ，SCP-231 之妻的家人在他面前被杀害，作为110蒙托克的一部分。我相信你一定很怀疑，我们疯了吗？我们可爱的小流浪怪怎么会有希望摧毁一个无比强大的弱势恐怖？好吧 ，SCP-999 还不到10岁，他还只是个孩子，并没有掌握他的全部力量。即便如此，他的力量还是令人难以置信。即使是与 SCP-999 进行短暂互动，也能永久治愈严重的忧郁症和 PTSD。最近的实验已经导致了低级人员的彻底改造，而这些人以前都是死不悔改的反社会人士。这种效应并非化学的，而是精神的。总有一天，他会变得足够强大，甚至连圣魂之王本人也无法免疫。SCP-682 的实验非常引人注目，基于多个底瓦文本，包括来自 SCP-140 本身的描述，我们相当肯定。682是第4位圣皇之王新娘的后代。如果是真的，那么 SCP-999 已经足够强大，足以暂时平息他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恶意。或许有一天 ,999 强大到足以永久改造其家庭成员，正如他改造人类一样。他不会用武力推翻圣皇之王，而是用光明、爱和笑声来照亮最黑暗的心灵。999实际上不是一个 CF 级的 SCP, 他其实是 Samuel。它是我们对已知存在的一些最强大的敌对实体所用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武器。当然不是享受你相对安全的新职位，但请记住 SCP-999 并不仅仅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宠物，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它的安全和福祉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没有5999级安全许可，你无权自由地分享这些资讯。根据协定，未经授权泄露5级机密资讯将导致你被处决。一旦你离开终端，该电子邮件将自动删除，因此你可以根据需要多次重新阅读，以记住所有相关资讯。好好照顾我们的小流浪怪，多元宇宙的命运很可能取决于它。你的秘密崇拜者，如果有人问的话，欧五之。以上就是外围文档最新工作。这个故事需要对 SCP-231 和圣魂之王有点了解。圣魂之王是一个能导致世界末日的强大存在，而 SCP-231 是7个孕妇，她们来自圣魂王之子这个团体，被作为圣魂之王的7个新娘的容器。当这些孕妇生产时，会产下一种不明的 SCP， 并且造成严重的破坏。SCP-231 之一到 SCP-231 之六都因为各种原因死亡，只剩下最后一位 SCP-231 之七。基金会推测 SCP-231 之妻的生产会导致世界末日，为了避免末日发生，基金会采用了110蒙托克程序。110蒙托克程序的实施会给 SCP-231 之妻带来痛苦，而 SCP-231 之妻的痛苦可以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为此，基金会甚至会在实施多次后对 SCP-231 之妻进行记忆消除，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关于110蒙托克程序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明确的说明，不过一般最常见的推测是强暴。而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一位博士被任命为 SCP-999 的首席研究员后，收到欧五的讯息，告诉他 SCP-999 的真实身份。其实 SCP-999 是被最后一位孕妇 SCP-231 之妻生下的，圣魂王之子留下的记录其实是假的。 SCP-231 之妻的生产不会导致世界毁灭，反而是会产下能对抗圣魂之王的存在。为了欺骗圣魂王之子，基金会表面上声称还在进行110蒙托克程序，但实际上 SCP-231 之妻在生产后就被消除记忆并送到圣魂王之子找不到的地方。而圣魂之王第四位新娘生下的孩子就是 SCP-682。 这个设定最早来自另一篇外文文档成语写，虽然 SCP-999 还小，但它已经能短暂影响 SCP-682， 因此基金会推断 SCP-999 在成长后可能可以影响圣魂之王，消除圣魂之王的恶意。 SCP 基金会的文档是由很多人写成的，所以即使是带编号的 SCP 有时也会有互相矛盾的情况发生。外围文档中这种情况就更常见，所以这篇文档和 SCP-011 圣魂之王其实也有一些冲突的部分。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篇文档的设定还是蛮有趣的，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希望做什么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